妈，夏天了，怎么没给我准备短袖啊？哎，夏天我们家长都热，别说孩子们穿着棉袄了，降温工作可得准备好。这要是不注意，中暑可玩完了，不能大意了。我们家新入手的科西无叶风扇，哈哈，凉快吧？无叶设计，怎么离得近也不怕刮到脚毛去去。哎呀，太到位了，还带遥控器呢，风力还大呢，120度大广角送风，送风距离可达10米，太够用了。2分钟就能循环一次全无空气，而且它有6重净化，灰尘毛发都吸进去了。对了对了，光触媒紫外线灯和负离子多重净化，可在紫外线激发下将甲醛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，做到真正分解甲醛，除醛率还达99.8%。有孩子也不怕，碰倒了就自动断电，非常安全。家里凉快，我的狗子们睡觉也踏实了。